道神童罗夏恩，自四岁开始就在综艺节目上大展舞技，还因此获得了 Baby 泫雅的称号。之后夏恩先后参加了 Dancing Night 第二季以及 K-pop Star 第四季，2018年更是登上 Melon Music Award， 以舞蹈串烧的方式介绍最佳舞蹈候选人，各种舞蹈风格都完美消化，也让在场的 idol 们纷纷为他拍手叫好。此外，夏恩也经常在个人频道分享舞蹈 cover 影片，不过他的频道已经长达三个月没有更新，让粉丝们都相当好奇他的近况。而近日就有相关人士透露，罗夏恩已经和 SM 娱乐签订专属合约，并成为旗下练习生，让得知消息的网友们纷纷惊呼：哇，恭喜！夏恩又漂亮又有才华，真的很适合当艺人，期待他出道的那一天呐！